台南耶诞城的系列活动卡司相当坚强哦，先前才公布了第一波的演出名单，有831啊、911等人，而这回呢，再公布了第二波的卡司，有人气团体五间情，还有告五人。人气团体五间情的成员小赖携手两位舞者共同带来热力四射的演出，炒热现场气氛。原来是由台南市府举办的耶诞跨年系列活动，这回公布第二波卡司名单，除了五间情以外，还有人气乐团告五人、创作歌手高尔轩以及原子少年天王星等九组艺人。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卡司真的超坚强，任何一组到其他县市都是压轴。那不仅有五间情、告五人，还有日本的这个少女天团。日本人气女团 Brute Zipper 这回首次到台湾演出，他们也特别录制影片，邀请歌迷到台南欣赏他们的精彩表演。而在台湾出道红回日本的艺人杨宇腾，这回也将参与台南的跨年演出，令粉丝们相当期待。台南今年的耶诞跨年活动保证精彩，欢迎你要早定位哦。到时候你只好如果没有订房间，如果没有订旅馆的话，只好是去搭，记得买帐篷来搭帐篷。我们会开放这个希腊雅广场让人家搭帐篷。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，台日关系友好，这回特别邀请日本的艺人来台演出，就是希望可以满足歌迷的期待。他也提醒，今年的活动将会全面提升公共安全等级，并增加现场的紧急救护能量，参与民众也要记得戴好口罩，保持安全距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